正常水平嘛，就在吃甲鱼了。然后这次是鸡，今天吃的是鸡宝宝。好热啊，真的。老板，你们家空调开了吗？开了。是因为是烧柴火，所以比较温度比较高。热的，有点热。嗯。对，其中有你这个。今天外面实在是热。对，横店太热了。外面凉快的，外走出去了，现在里面凉。当前设备发热严重，建议立即降温。完蛋了，老婆们，我设备又发热严重了。我手机也快没电了，我看一下还有多少。怎么办？真的挺烫的，现在我感觉它能煎鸡蛋了。你们的柴火是不是已经关掉了？其实关掉了，但它还一直在咕噜咕噜。今天余温吧。不要，我是真的，真的很烫。现在，我手机还有5%了，朋友们。一起掉眼泪，那不最好看。嗯，完了，我感觉我现在真的卡，你开始卡顿了。我感觉它快要开机了，快要关机了。充电宝，我现在手机已经发烫了，如果再用充电宝的话，它立马就是一个停机，就是一个告辞的状态了。得想办法让它降温才行。借用一下老板家的冰箱。小小充电宝给我，你这样充，它可能会。嘴少吃点，为什么？干嘛要少吃点？太热了。有冰袋吗？冰袋。嗯。拿个点料，我是手机太烫了。哦，来垫一下吧。拿个手机，挑一个，这样能冰一下吗？对。能不能把我手机放你冰箱里放一会儿？没问题，放进去。你可以关起来嘛，关起来。是，他在直播，把你放到冰箱里面。手机太烫了。你们现在在冰箱里面，宝宝。哎，把你们冰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就这么水淋淋的，你们在这里待一会儿啊，我去吃会儿，好吧？老凉快了，现在我给你们退个热，太烫了，这样容易炸，真的假的？黄老师来了，黄老师一来你就带冰箱了。我们俩快冰，有冰吗？啊，太好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老板给我拿了块冰。
他在提醒我了，谢谢啊！哇，真的蛮冰的。是，我想个办法。哎呀，等我一下，卡住了，怎么有点卡住？你们刚才在这个地方？哎呀妈！好多了，我感觉手机在冰箱里面待一会儿，出来你们都凉快了。等一下啊 ，Wait a minute。老板给我拿了个冰块，冰箱历险记。我觉得我手机应该降温多一点了，现在。我是台湾的女粉丝，欢迎欢迎台湾的老婆。脸皮那么多层，因为哭太多了，这两天老给我安排哭戏，我每天都在，就是一场吻戏一场哭戏，一场吻戏一场哭戏。但是我的哭戏已经全部拍完了，这两天好像是啊、哦，后面就是比较简单的洗了，冰块能立住吧？应该可以。呀，严总，严总没有经历冰箱那一趴，可惜了。先排序一下，对，没错，宝宝们，先排序一下。林总他们说多余的集数考虑一下，他们说看不够，58集太短了。我今天的战绩，好冷，爸爸要抱抱。貌似降温了一点，吃鸡肉不会胖的，对，但是我这个鸡肉是柴火鸡，它很多油。不吃米饭吗？哇，老板真的很保守，他跟我说，你们两个人吃不完，不让我俩点。确实这一锅鸡肉我们吃了现在三分之二这样子，两个人都已经有点饱了。多少电？10%够，把你放回去，然后再播一会儿。你去结账，结什么账？这是个练知识的，你们对，撑一撑嘛，能撑多久吃多久吧。谢谢宝宝。谁发了个红包呀？老严呐、啊，哎呀，又想拿红包硬控我，现在你硬控不住了。哦，你从哪儿搞来的冰？老板给我拿了，其实他给我拿了一袋冰。
这应该是从老板家冰箱抠过来的冰块，很贴心的还帮我拿袋子装起来了。然后早早突然给了我一瓶儿，你从哪儿搞来的？是不是？我买的，我想买冰块，没买到。然后你就发现一瓶被冻的不能再冻的水。对。棒棒硬。都很拼，为了你们能够看见我。好，龙套后面，龙套应该是24号拍完。24，对，差不多。23、24会拍完龙套本。龙套本23、24号拍完，然后后面我还没接。就是有在接触的。对。然后最近在挑本子，因为后面两个都是比较离谱的本，离谱的本我拍两个，我连续拍两个我觉得够了，后面得找一个新题材或者是不那么离谱的本，要不然我就连着三部离谱本了。快吃，相互拉扯的本子。对，我脑子里面已经把人物构建出来了，但毕竟我不是编剧，我也不是导演。拉扯本最近比较少，大家都在拉扯。拍甜剧，这不就是个甜剧了呀？上不也是个甜剧了呀？我想搞事业，宝宝。现实的你已经在搞事业。那你拍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古装太热了吧，古装太热了，而且它所有的那些景其实大部分都没有空调，对我这个短命新人来说我已经熬到脱发了，我下去中暑了，那我真的，你们是明天不想再见到左一了，你们不想再见到老婆了。别搞事业，想和你谈恋爱，出去排队。想跟我谈恋爱多了，是吧，老婆们？反正有我一个，对，没错，想录啊。今天晚上，车厢门不包，开心悠悠的小蘑菇，改变我的秘制酱料。哎，这家说实话真的蛮好吃的，有在旁边的宝宝可以来试试。他们家叫柴火鱼，乡村柴火鱼，乡村柴小朵拉，
我后面还有六部待播剧，宝宝们，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进群，群里面会发的。我想演个帅哥，我想演个凤凤，我想演那个校霸，我想演我没演过的角色。我想演个拽姐，大家都觉得左一是甜妹。我想演你们老公，我昨天是不是在龙演戏？什么龙？昨天在青春过，这部呼吸比豆外多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些戏他本上没写着让你哭，但是那个角色我觉得在那种状态下你哪怕红个眼眶也得有，就是不能完全没有，所以自己还加了几场哭戏。但是后面应该没有了，他其实我要把他塑造更坚强一点，不能让他太过于软弱。乖乖都知道有人很拽，对，乖乖太柔了。那个不是角色内的，那是角色外的，我自己想要的。现在有个校霸，宝宝回头我在你隔壁的城市哈蛋。三少爷来啦，咱明天早上几点钟啊？嗯，还没出。今天早上男主是几点钟？七点半。好的，咱明天早上估计是七点半。七点半八点半出的发，然后咱们去出的发。嗯。然后咱明天是拉满，咱明天是顶天立地。男主拍了今天一天，几乎他的每场戏都有你，就是男主几乎都没有了，就是不和你的。不和我的就没了。几乎没有了。就是、那剩下的戏几乎都是我跟各种人去打怪。对，对，我跟闺蜜演完，跟同学演，跟同学演完，跟男主演，然后完事儿我还要跟我外公演。呀、嗯yeah ，我昨天看了看本儿，今天看来几乎你每一场都有你了。该出赛了，咱俩回去睡觉吧。我播多久了？是不是可以下播了吧？纸，纸。我觉得我该回去睡觉了。八点了都快，你们这是为了让我不下播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谁又拿红包搁这硬控我？
三少，好的，好，今天这一招算是被你们玩明白了。我起码得回去卸个妆洗个澡吧，今天出了一身的汗。虽然但是谁是三少就是找我去演搞钱那部剧女主的人。一起洗。你多冒昧啊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真是个讨厌。我房间号是多了多了多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站不下站不下，够了够了够了。还有两分钟。盆面老热了。有没有那种上门按摩的？真的，说实话，早早你看一下有没有那种上门按摩的。你说啥呢？就是那种全身按摩，不是精油啊，不脱衣服的那种正常的按摩，能够按头、按肩颈，哎，反正从头到脚的那种，到脚也不用，到脚踝就行。呢，不带这么硬控小嘴的。不让人下班了，不许再发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。
短剧圈最正常的男主，我们俩今天晚呸，今天下午拍1-1，1-1就是女主跟男主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，然后他就是我能感受到他很紧张，我也很紧张，因为两个人毕竟不熟嘛，今天才第二天，我们俩都在抖。就是我本来还好，但他一抖我就更紧张了。然后录音老师说，左一你那个麦是贴在哪？我说在这儿啊。他说左一你要不换个位置。